千钧，你怎么了？明玄，啊！你说什么？被我的灵术明玄击中，首先全身麻痹，无法纳气，随之意识被扰，恶念作祟。 千钧，最后，心境崩塌，灰飞烟灭。千钧，火离。 展池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千钧他这个样子，心境崩塌，灰飞烟灭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不让千钧的心境崩塌，一切都还有救。陈月，展池，我要进入千钧的心境，唤醒他。只要他能够清醒过来，那心境也就不会坍塌，千钧也就不会有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 怎么了，展池？我进不去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千钧的心境好像被封闭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在这儿躲不了多久的。可一时半会儿又没办法唤醒他，该怎么办呢？ 千钧，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去引开祝文，太危险了。 先走，忘了吗？我最讨厌坐以待毙了。一定要小心。嘿，千钧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我的心境啊！ 火离耀月。 只有这点力量，就凭这点本事，你是打不倒我的。 说的那个有灵力的侠来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灵力？火离耀月，谁砍？冰封破。 什么东西？是恶念。他们都是你心中的恶念。好久不见了，你是？怎么，不会把我忘了吧？五败之散战斗的时候，我们可是见过面的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但是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一直就在这里，从你父亲，哦不，从我们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就开始。什么？好好想想，当时我是怎么对你说的？没错，这里叫做噬心魔窟。凡是进入到这里的人，都会遇到一个看起来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敌人。 这个敌人，就是来自于你心中最深的那片阴影。我心中最深的阴影。没错，我就是你心中最深的阴影。散的灵术，只不过是把我实体化。其实，我一直就在你的心境之中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 想起来了，那么你也一定想起另一件事了吧？那就是你永远也战胜不了我，除非。
你能消除心中的仇恨，放弃为父亲报仇的念头。这次不一样了，我比以前更强了。比以前更强了，没错，不过我也一样，别忘了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水砍冰方破，变强了。水砍岩冰砍，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听我的了。白费力气，告诉你吧，你保护不了你的同伴。你说什么？不管你怎么努力，怎么拼命，你那个同伴已经醒不过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哼，除非他能战胜自己，不过那是不可能的。哼，就像你，虽然拥有灵力，但面对亲人的离去却同样无能为力。你太弱了，足够打倒你了。那贾叶大人呢？你也能打倒他吗？你这种程度的灵力是不可能战胜贾叶大人，你救不了你姐姐的。怎么不服气，不甘心是吗？听说你曾有过几次救她的机会呢？可后来呢？哼，好像都没有下文呢。没错，凭你现在的灵力可以打倒我，但要想打倒贾叶大人，你还要变得更强。变得更强？想知道办法吗？想知道吗？变得更强的办法，提升你的灵力，超越贾叶大人，救出姐姐。你不想知道吗？我可以告诉你。灵力？什么灵力？大声点，提升灵力。我听不清。救出姐姐的办法大声说出来。怎么样才能提升灵力，救出姐姐，变成灵？变成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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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成灵。只要变成灵，你就有机会救回姐姐，甚至打倒贾叶大人，取代他的位置。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抓我的姐姐？你们想把我姐姐怎么样？贾爷大人没告诉过你吗？那丫头迟早会变成祭品。住口！你胡说，胡说！走了。
展池，挺住！你就这么认输了吗？展池，不要放弃！站起来！站起来！挺住！展池，你就这么认输了？站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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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悟性不错嘛，放开一切吧，元气帮不了你，霞兰帮不了你，灵力才能使你解脱，灵力才能使你挣脱束缚，让灵力彻底释放，不要控制它。我已经感觉到你那强大的力量了，变成灵吧，然后拥有最强的力量，变成灵，变成强大的灵，拥有达到上鬼瑶的力量，超越假叶大人的力量，变成灵吧，拥有救出姐姐的力量，变吧，变成灵吧，变成灵吧。虽然我输给了你，但却使你变成了灵，划算。好强的灵力啊！展翅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真的要丢下展翅，带千钧离开吗？我该怎么办？拳吧，用你的灵力向我进攻吧。还犹豫什么？你已经是个灵了。出拳呢，灵是没有感情的。